9:01。9:01。9:06，在潮州站拍摄的是3514次回送潮州基地的回送潮基的 DHL-1 是调度机加调度机复兴号，这样应该说复兴区间车。然后3514次回送潮基的 DHL-114调度机，然后加4节复兴号车厢。加2节，啊，反正就复兴要讲，复兴区间车，啊，大家都在实体哦，原谅拜拜，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原谅再见。9:08。10:05。没关系，10:05拍摄的是31784叫设计高号，有人要856加855尾下圈上驶进潮州站18站潮州，就这样，拜拜。好，谢谢观看。然后跟6781次新左联发自进由南回线口到我的南方工业铁道。挂号八点 DR2700型，挂号八点专列，准备驶离。接轨6781新左台南发车经由南回线靠大武的南方的 DR 的南方工业铁道 DR2700型，挂号八点专列，准备驶离。潮州站，DR2725。
加 DR 2714，加 DR 2707，加 DR 2706，加 DR 2703，五节挂号白铁专列驶离潮州站，挂号白铁专列6781次，经由南回线才能发车，经由南回线靠大武的第二两千七百型南湾工业铁道的第二两千七百型五节挂号白铁专列驶离新左站，不潮州站，今天我们再见，拜拜。11:18，在台铁新左站拍摄的是0619次，开往左营。耶，又遇到他了，对吧？耶，0619次，开往左营的 TR33，卡纳赫拉动物彩绘，台湾高铁列车，指定那个台湾高铁。左营站，谢谢各位观看。也又遇到他了，对吧？好，这边是0619次，经由来看到左营的 TR33卡纳赫拉动物彩绘，台湾高铁列车，就是这样，拜拜。13:48，在旗津拍高雄旗津拍摄的是有一艘。招商要进来了的，然后这个是我的新系列，就是来到了旗津的，就是我爸以前当兵的地方，对吧？啊，这是什么稻城什么的，稻城三号。豆什么三号的？豆泥三号。啊，感谢各位观看，这台是雅尼三号。上方有一架飞机飞过去，然后跟高雄最知名的载点85大楼，谢谢各位观看。好，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观后的影片。雅尼三号那个轮船，那个鹿港，鹿高雄港，在那里见，拜拜。不知道是去哪里的，在那里见。13:59。在旗津，高雄旗津拍摄的是，有一艘台北快轮，拍摄的是台北快轮，入港，进入高雄港。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
还可以观看台北快轮，这个观看。啊，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行动订阅我们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去观台北快轮进入高雄港，那个台湾最大的港口是吧？然后高雄港最知名的宅点八五大楼。啊，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行动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大家好，拜拜。14:31，在高雄堤津渔港拍摄。有一堆船，感谢各位观看，这个是高雄堤津的海滩，不要跟垦丁一样，是吧？好，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行动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反正就是来海边就是要注意安全，这样。好，感谢各位观看，今天。14:47，在高雄堤津渡轮站拍摄的是，我要跟堤津说再见了，是吧？这是永丰再来喽。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下次如果来的话，我会把影片再拍摄多一点。不然这个今天拍摄的影片都太少了，都是铁道影片，几乎都铁道影片。谢谢各位观看，今天不拜。准备要回去高雄港了，今天不拜。14:55，在高雄堤津渡轮站拍摄的是有一艘不是大船。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行动多订阅我的频道，就刚刚说。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全副号出港，准备出来了，然后准备驶离堤津渡轮站。哎，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啊，我们要回那个古山渡轮站了。再见到奇经，真的不白。好，再见，拜拜。好，我跟你88是吧？拜拜，到奇经，有空再来，真的。15:50，在高雄小港机场拍摄的是华信航空公司的 ATR-72 螺旋桨小型飞机，跟圣安航空，对吧？这是客机啊，以及台湾虎航，对吧？台湾虎航航空以及帝龙航空公司 ATR-72螺旋桨小型飞机滚行起飞，对，帝龙航空公司。感谢各位观赏，大家可以多多按赞、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这个利隆航空公司 ATR-72螺旋桨小型飞机，
而且还有一架远东航空公司的 MD-80，这是客机啊，你两个外。然后华信的航空的 ATR-72，这是停靠，你两个外。15:56在高雄小港机场拍摄的是远东航空 MD-80。反正有又有一架远东，是三个远东，三架远东航空，在小港机场。三架航远东航空，大概就可以看看这两百跟乐安航空，然后台湾虎航，你看这两。15:57在高雄小港机场拍摄是乐桃航空公司。引擎是客机的，好，就这样，拜拜。然后跟三架远东航空，然后乐安航空跟台湾虎航，就这样，拜拜。16:00拍摄的是，飞机降落，专机。感谢各位观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在 A 型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官方的影片。就这样，拜拜。16:04在高雄区小港机场拍摄的是那个什么总统专机，然后应该是 A320。飞机又一架，飞机降落了，应该是专机。啊，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然后远东航空的 MD-80，对吧？双远东。感谢各位观看，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也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就这样，拜拜。感谢各位观看，总统专机降落在小港机场，谢谢各位观看。然后乐安航空公司，好，这样，拜拜。16:12在高雄小港机场拍摄的是。那个台湾虎航 A320，引擎式客机，准备驶离，后退，然后准备滑行到宝岛岛。
así que con el señor Jaque todo anda bien, bye bye。16:15，在高雄香港机场拍摄的是飞往琉球的台湾虎航航空公司，台湾虎航航空 A320 引擎式客机准备滑行到跑道中。然后后面有一架圣安航空，然后 A330。然后飞往琉球的台湾虎航准备滑行。然后远东航空 MD80 的，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请多多订阅我们频道以及观后的影片，就这样，拜拜。16:23。在高雄小港机场拍摄的是济州航空公司，然后引擎式客机，我都不说型号了，因为怕被他们抢住，都不懂航空啊，就这样，拜拜。因为我就是喜欢飞机，不要来管我，就这样，拜拜。19:25拍摄的是高雄机场拍摄的是中华航空公司，那个引擎式客机滚行起飞，就这样，拜拜。19:29在高雄国际机场。拍摄是长龙航空 ATR72 螺旋桨小型飞机，降落在小港机场。还有一个，改一个观看是长龙航空公司的 ATR72 螺旋桨小型飞机，就这样，再见，拜拜。然后一堆飞机，啊，听见不？17:09拍摄的是754的电头。本物1213，南海电线彩绘蓝色52，然后我是电筒。25周年，电筒大地之手，实践新准的，就这样，拜拜。17:17在新准的拍摄是754进入南海信号彰化的。1213南海电铁彩绘25周年，蓝色52，蓝武士电筒，新式自动门局关号，准备驶离。行左迎战，绿灯 all right， 754的局关号准备驶离。OK， 发动。好，格力哥刚好的让我是准备发车了。
感谢各位观看。西湖狮子就要拿去看账号的123南岸电力彩绘25周年蓝色54南54电筒新狮子动漫局光华实体新左南京站播报。17:30在新左南拍摄的是3294进入屏东新港屏东的又500行圈的。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也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1552全车，感谢各位观看3294进入屏东新港屏东的1552全车，驶进新左站。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就这样，拜拜。17:37在新左站拍摄11464进入深就海信号机组的 PV1050。猪头 PV 之墙准备水，新左营站。OK， 1464进入海信号。七堵的 PV 之墙要准备十里。PVP 251050加 PVP 251054无间信真加 PVP 1051猪头连号猪头 PP 之墙实体新准的，就这样，拜拜。17:44在新准站拍摄的是3224金融频道新港民雄的全程准备实体新准站。这个3224进入屏东新港屏东的铁道助理末班全车准备驶离，然后潮州铁道之旅捷线奇经之旅圆满成功也正式结束了，准备驶离。3224的铁道之旅经铁道之旅末班区间车跟1254进入新港屏东的北边之墙。铁道之旅末班微笑全车驶离，新左站就这样，拜拜。